是你，曾可妮。林凡曾可妮里面有一个二十。最后一个，通往总决赛的名额，第二十名会是谁呢？第二十名，来自。天哪，根本不敢看，太可怕了。红红。觉醒东方，曾可妮，曾可妮。曾可妮二十啊！曾可妮，别，曾可妮，你放没了。怎么办？我好担心陆可。曾可妮获得了146,860点助力值，拿到了最后一张入场券。刚刚我问左卓，上一次60斤3.5的时候，当他知道自己是35名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左卓说，裂开一般的崩溃感。他说他这么多年都没有怎么哭过，所有的眼泪都在《青春有你》流完了。我没有想到，这个撕裂感来得这么快。我真的站在这个地方，就像安琪说的，我站在舞台上我就好快乐。我在这里，我知道舞蹈不是要去做梦的，我也可以站在台上跳舞。我每天如果不把自己跳到精疲力尽，我根本没有办法入睡。从第二次公演开始，我就把它当作是我的最后一次舞台。我说过，舞台是绝对不会骗人的，只要还有一线生机，我都要跟这舞台互相折磨到白头。谢谢，给你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